蛇女加猪女的控制，猪女没控着，光是蛇女，这少了一个青女。给我杀！但是刺客皎月是不是没有月神皎月好？那也要了，有没有这好咱也要了，不行咱就生三个，多大点事儿呢。冰军给他转个刺客，我们可以少上一个，少上个卡特，先给把大剑，前排放个蛤蟆，这都没赢了，行，确实是行。哎，可以。生三个挺费劲呢，生三个呀。我觉得这把要是月神皎月就好了。这个皎月我还得升三个三星，我升俩还不够。这把有个铲子，我们可以不要一个月神。哎呀，那你拿都拿了，这么地儿吧，也没办法，凑合用吧。正常皎月是要刺客的，
然后升三个，这把不有彩儿吗？有彩儿你升俩就行。先来个拳套，可以和刺客，但是皎月装备稍微差点。我们要前期文血的话，可以上个反甲。大棒就科技枪，这么的吧，我先转一个。我看这大棒女神乐也没啥人要，你看吗？我先给他转一个，转个小冰女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地了。这没毛病吧？不是转月神吗？月神怎么转呀？请问月神怎么转？月神可能是两个反甲能转月神。三个金铲铲，现在塞拉斯能升二，我们就起飞；塞拉斯升不了二，我们就起飞不了。这大树怎么要双杀呀？你好像有点过分呢，我这一看呢，给我刺他一千把匕首，皎月漂亮，下边给什么？给塞拉斯下波。下波给塞拉斯，快快快快快！拳套不好啊！我上波刚拿的拳套，大棒锁着甲魔抗，靠！没有一个能用的，大哥啊，没有一个能用的。小弟两波吧，无尽皎月能行吗？给别人吧，这装备给别人吧，给刀锋啥的。
继续地啊，不继续地了吧，我利息地也可以，我拿利息地差不了多少。对，皎月这得出右装，你这科技枪啥的，龙爪反甲，要不然他有点站不住。一会儿先给个反甲，这把我六银口就成型了，我们六银口就可以凑成六次三月神，七银口这上个莫干辣就完事了，所以我们可以一直递，这把就一直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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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就是黄金圣斗士。老干爹咋样了啊？有人搁那说这不是收钱，这不打大龙了吗？哎呦操，漂亮，坏了，呵呵，坏了，坏了，四杠十二，坏了，呵呵，坏了，坏了！哎呦我操！塞拉斯皎月，塞拉斯皎月，塞拉斯皎月。现在知道坏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啊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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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冰女，冰女，说错了，塞拉斯冰女。我们吃一堑长一智，先给皎月防装，兄弟们，冰女也能带不进，冰女带不进不厉害呀，先给防装，上把没给防装，这把先给防装，这波拿个魔抗，下边正好打狼，打狼以后爱出啥出啥，大棒子咱就不要了。哎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你要大棒子，那我指定不能给你呀、啊。那我能给你吗？你想要我能给你吗？指定不给。他要的话，我们肯定不给他。那我不要，那我不给。那不可能给你，那都。那这回我就可以科技枪了。想什么呢？真的是。冰女塞拉斯，塞拉斯冰女，冰女塞拉斯，冰女塞拉斯，难受啊！又得生冰女，又得生塞拉斯，哎呀，可是有的生了，我天哪！可是有的生了，现在连个阿卡丽都没看见。剩俩三星大哥，不知道能不能行啊？小月输了，三星不行了，得四星了。冰女塞拉斯，
一样给两个，完了坏了，剩六爪，我们六直接就成型了，不用剩六爪，就五级爪吧，这五级爪不挺好的吗？我们六级直接成型了的阵容有什么好五级爪的呢？不是，有什么好六级爪的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升星就能找着五费牌了，不要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他家冰女儿也要啊，我们得赶紧找啊。这小子牌递的挺多呀，给我一顿递呀，我们也得赶紧递了。花点时间地呀、啊，这七八，他八张冰女儿，这家不要玩吴亦凡，就一家同行。你要那塞拉斯干啥呀？下胆儿啊？给点派克也啥的也行。是最起码生成质量是不是？给个锁子假魔抗，又给铲着，不要，漂亮。来陪我玩玩。冰女塞拉斯，冰女塞拉斯。先给魔抗，先给个龙爪吧。春哥青雨配龙爪，先给个魔抗，一会儿再给吧。这魔抗给不给，其实没有啥太大意义啊。忍者刺儿就算了，忍者刺儿又不是阿卡丽那啥，我们赶紧冰女塞拉斯给他升上去，快点，一会儿卡特换成刀锋就完事儿。上个龙爪，等个鸡哥就差不多了。开始地呗，不急，我八十多滴血呢。你现在给地没了，一会儿咋整啊？又没有同行，关键是同行要多就算了，我要现在顶不住，那倒也行。一没同行，二血量我们满的，你说我这有什么好地的呢？对不对？我这么半天才七十多滴血，还第二名，我们就拿力气地，十块钱慢慢地，不急。等到下轮选秀完事以后，我们梭哈一波，这倒还行。现在呀，他们还不配让我梭哈，说句实话，哼，还配不上让我梭哈。差两张塞拉斯，两张冰女儿，这个倒数第一还没递出来冰女儿，气死你！这狐狸两个法爆啊，死了！哎呦，我这法爆真猛啊，差点把我人全给我炸死。老干爹，
赢了，赢了，加油啊！我说实话，打着日本队赢，这是必然的，应该是必然的。这要再不赢，确实是不也太不太应该了，这都。别拿魔抗行不行啊？咱老拿那些魔抗着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就纳闷了，那锁着甲魔抗这么吃香吗？那有大剑大棒攻速全套的不拿，老拿那魔抗锁着甲干哈嘛？靠，到现在一件都没有，佛了，暴风。冰女儿，寒冷吧，塞拉斯，74滴血，60滴血，说哈，急眼了，那肯定得急眼呢，你说这，好不容易想要点防装，你说也不给。给我切死的，哎呦，这派克的暴击行啊，猛啊，行，六十来滴血，梭哈梭哈了，这波梭哈，兄弟们，这波再不梭哈，属实有点拉垮，给我梭哈。没到鸡说哈，是不是傻逼？我把啥卖了？啊，我把啥卖了？我鼠标刚才滑了。那再等一轮，再等一轮，兄弟们，再等一轮。怎么这不急的？哎，我下面还能放一件装备，这咋办啊？我给个这个吧。下面还能放两件装备，打完机再说哈吧。先不急。还行还行，小连败。咱们先来一个魔抗的，再给个锁着甲，我们就起飞。然后剩下的装备给刀锋一上。妮蔻用了，不知道给谁呀？现在你说，下边来塞拉斯。那不省一个吗？省一个，省一个，不急。装备先别着急捡啊、哦！给魔抗，给锁着甲，单给一个魔抗也行。就给一件装备。特下了，冰女儿，这怎么给装备？我看看啊，春哥，
近日炎，日炎零封吧，给日炎吧。小月不给点防装不行啊，火炮无尽零封，一会儿再给点装备。行，火炮无尽给阿卡丽吧，要不差一只冰女，就差一只。我会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，来陪我玩玩。差一只能不能给了？差一只，就差一只，说哈了，说哈了，靠！哎，男刀厉害，男刀一星的。那一星蓝刀锋，哎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不太行了。这兄弟，冰女儿，哎呀我操，那狐狸像个鬼一样。塞拉斯给我打死这个废物，哎呀这个小破妖的，只是被最垃圾英雄打死你。冰女儿，冰女儿，冰女儿，哎是吧，真难呐，哪还有冰女儿，怎么就没冰女儿了呢？为啥没冰女儿了呀？这小子不过就九张冰女儿，十十一十二十三，一共十三张，咋的了？一费英雄多少张啊？三星狼人搁哪呢？谁？哎呀，为啥我打呀？你这不开玩笑的吗？这一口咬给我，直接给我咬没了，直接一个啃。你换点别人打吧，你刚三星就打我，你是不是有点烦人了？像个人了，这龙爪有没有？拿啥呀？春哥，水银无尽，拿无尽吧。能不能给个冰女儿？能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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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刚才莫甘娜看着了，能不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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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！真烦人呐！这他妈差一张，这谁能玩得了啊？这，哎，吐血了。真吐血了，真是要吐血了。我选秀拿冰女行不行？你再给个妮蔻吧。说了有同行找点地，你拉倒吧。那搁哪呢？那同行谁是我同行？你是我同行，你是可能是个主播，你跑过来跟我在这说，谁是同行？搁哪呢？同行，啊？搁哪呢？同行，搁哪呢？同行，搁哪呢？同行，同行，哪有同行？
你告诉我一费卡几张？咱别说很多人拿，你跟我说一费卡几张？你说一费卡几张？你说一下，你说多少张？咱先说一下。24张，好，有29张、24张、22张的，我就按最低的来，行不行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21、22、23，那确实他妈是没有了，那是，那22张那就没有了。来陪我玩玩。29张那就有，22张那就没有。会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。冰心儿，塞拉斯上点装备吧。哎，不行，我升人口吧，我把他升上去，上个曼嘎拉保保名字得了。狂徒救赎给一个人啊，狂徒救赎给一个人没毛病啊，他不多扛一会儿吗？让他首先让他先多扛一会儿，然后他扛死了救赎一出，这理解有问题吗？这理解有问题吗？我觉得没有问题啊，可以理解呀。这你也递冰女呢，我不递了，你自己玩的嘛，我不递了，你爱有没有吧，爱有没有，爱递不递。两滴血选修拿个冰女升级，小月咋不杀吴亦凡呢？完了，下波我要碰上这三星狼人了。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我也没看明白呀。我佛了啊，这因为啥呀？